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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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逼谁在笑？夏哥，我跟你说，第一次接你发就是不好接，还是他全让你发，他说他有点装了啊。六一，哎，辛苦你。于哥一，你发俩了，你看你能追回去吗？夏哥，你接下他发球，他发的不错。一会儿我就帮我们追回去。哎，一人发俩，现在开始你发，你觉得你有戏追回去是吧？多少？十一分，六比二，六比二。于哥一，你俩一人发俩，好好好，对吧？我觉得有点机会，你发球有机会追回去。那第一局是不是算我赢了？刚才不，就现在六比二你领先，抢十一的，六比二你领先，抢十一的。别扭，还有一会儿。他发的别扭。七比二，七比二，七比二，节奏很快啊！多漂亮！好球，好球！诚实。七比三，七比三，不太厉害。知道为什么你不好打吗？建哥也是我们全日报的，都是我们主场。多少了？九比三。发的转。你吃是正常的，坚哥。这是谁在吃？这我操，九比六，九六，这马上打平超了，锻炼意志品质呢啊，还往回追呢啊，九比六。这叫暂停吗？可以叫，十一分可以叫暂停。这球坏。大家看，这经验非常丰富啊。聪明绝顶，十比六，十比七。这个扳手台拉的不错，拉的可以，手感啊，手感都非常好。我就知道你在瞎玩，他发的转，他发的转。他看着不转，他发的真转。你想象中要转。他发的转，是吧？是吧？看能不能追回来，于和一。啊！这不是没有，哎，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不是，也没说打一局的。哎，咱刚开始说是打一局的。我可没说。大家，真转啊！反手拉真转。建哥，我感觉你球长了，真的好。一会儿采访他。我必须得采访你。还有机会，可惜了，勾了一下。
三比一啊，三比一，这场是七分制，七分制的比赛。五分行。你要五分七分啊？不说七分吗？三比二啊，三比二。三比二啊，一龙，一龙教练领先。哦，转了啊，转，所以反手找。四比三。哎，双方都是前三板不错啊，都是发球比较好。你追我赶。啊，意识到了。对，这球这个一龙老师这个意识到位了。出来的这块就是玄武啊。没错。半球台盯住了，但是这个比较可惜，拉丢了。四比四。对吧？玄武好吧，你们自己看就完了。对。五比四，这个于和一握拳头了，于和一都握拳头了，现在逐渐找着感觉了。于和一发接发球不吃了已经。哎，不要骂人啊，注意场上作风，于和一。注意场上的这个精气神和这个作风。对。现在跳舞还是有福利的啊！祝大家注意点。五，差一点啊。六比五，对吧？六比五，六比五，六比五，六比五。七比五，这个太精彩了，算你俩今天。